我是浪哥，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哈露营的收纳。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收纳箱，收纳箱选择很多哈，有包含了塑胶箱、硬箱、铝箱，还有这种布包的箱子。那到底怎么选择？那它们之间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这些箱子我都有用过，今天就针对这几个我常用的这些箱子，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OK， 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第一个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后面这一卡拿到前面来。好，这个是塑胶的收纳箱。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收纳箱大概都是差不多在50公升左右的大小。好，那因为这50公升的大小是我觉得用起来比较大小比较刚好，因为我有用过30公升，用过70公升，那我觉得30公升就装的东西比较少一点，70公升装的东西比较多，可是会太重，因为东西装太多你在搬运的时候也不好搬运。再来就是70公升一般来讲会比较高，那你在堆叠的时候也会比较不好堆叠，所以我大概箱子类的话，像这些我大概选择差不多大小尺寸的，那这样你在堆叠的时候也会比较好堆叠，那你在拿东西重量也不会太重。首先第一个跟大家分享就是这款塑胶箱。那这款塑胶箱其实市面上蛮多选择的，那包含了很多，你看像大卖场家乐福啊，就都有类似的这种箱子。那这一卡它其实有日本品牌日制的，还有就是大陆制的。那其实价格实际上会有落差，那其实后来他们其实还是会有点差异，就是日制的话它的这个细节做的比较好，材质也比较好。我自己用起来是觉得说陆制的这个材质是比较脆。这个箱子呢它的好处比较防水，因为它整个都是密封的那它这边都没有接缝，所以很多人他为了因为防水会去买这个箱子，那它可以放在车顶或者是今天在户外的时候它比较不怕淋雨。然后它的这个承重也是不错的，那承重一般来讲都可以到100公斤，可以把它拿来站或是拿来踩都没有问题。那再来很多人他会这样做使用，把它盖子翻过来然后放在上面，这边再放一块板子。那因为我这则是第一代，那后来他们有出新一代的，新一代的话就是这盖子是平面的那它直接可以当一个桌面使用，其实也非常方便。好，那来看一下它的里面。那它的缺点，它这个面是这样子斜下去的，所以它是渐渐缩小，这个箱子你在放东西在堆叠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不是非常好堆叠，因为一件东西在堆上来的时候它可能会倒啊，或者是说旁边还会有缝隙出来，这边可能会有缝隙出来。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说收纳东西堆叠的时候可能就不是非常的好收纳，它的第一个缺点。那第二个是它没有办法收折，那就是你今天用完了，你今天露营完回去之后你可能东西要拿出来或者是你今天箱子很多卡的时候你就要堆在旁边，这样一个一个堆起来，它是没有办法收折，所以它的占据的你的收纳空间会比较大一点。这个箱子它的周边的这些零配件，就是我们讲桌板或延伸的一些套件是比较少，选择比较少，所以它在使用起来的灵活度就没有那么好。好，第二个箱子来跟大家分享就是金属感的这种箱子，就是我这一卡。哇，这一卡呢它是属于古董啦，它是以前二战的时候德军留下来的这个铝箱。铝箱的话市面上也有其他选择，就是像我这个是德制的，那这家公司已经没有在生产，但是这家公司它还有在生产类似的现代箱。那铝箱的好处就是第一个它的材质是比较坚硬的，放一些你的宝贝，就是你的东西比较怕摔怕撞的，你就可以选择铝箱来做使用。它打开的话它其实有气密条，气密条气密跟防水性就是会再更好一点，所以很多人他选择铝箱也是因为让它的防水跟气密，他可能也是放在车顶或者说他比较怕淋雨怕里面东西湿掉，他就会选择铝箱来做使用。还有铝箱的好处就是它的质感呈现是比较好，我这个是复古军事风的感觉，另外一种铝箱就是比较现代感的感觉。那但是呢它的缺点就是它的价格一般来讲都是会比较贵，那像我这个铝箱现在是绝版品嘛，所以说这个就要10000多块，其他的铝箱一个可能也要4000-5000-6000那大大小小价格也会不一样。优点就是它呈现的质感好，然后它防水不错，价格比较高，重量会重一点那也分享给大家。在使用的话比较放在我的这个装备堆叠的比较下层，承重力来讲也会比较好。 OK， 好，第三个箱子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是狂派箱，就是可折叠的塑胶箱，市面上现在选择也是蛮多的。那这个狂派箱的特色就是它的开口面积非常大，那因为现在市面上的这些箱子它即便可以拆开，可是它的开口都没有办法像这么大，看开给大家看，
它整个面都是可以开的。之前用过的上一款就是它可以开侧开，可是它的面只有中间，所以它在拿东西的时候一定是没有这种全开式的好拿，它的承重力是非常非常好的，整个这样堆叠起来的时候，它整个垂直下压可以到300公斤是没问题。其实箱子我们100公斤我们也拿不动啊，就是里面其实大概可以承重个30公斤40公斤就非常够用。好，我们刚刚讲那个铝箱也是一样，就是我刚刚漏讲一个，就是他们的这个面都是很正方正的齁。那这样的好处就是你今天在堆叠东西的时候，它不会浪费你任何一个空间，它就可以完整的堆叠起来这样子。这类收纳箱的好处就是你今天回到家把装备拿出来的时候，箱子它是可以折叠收纳的，像这个是这样。然后那如果你今天有两个三个箱子，其实你就这样折叠收纳起来，它就这样的空间而已，是不占空间而且非常好收纳。很多人就是除了露营在用以外，他家里也是会买这种箱子回来做收纳，因为他在堆叠的时候你今天这样拿东西下面这样打开他也可以拿东西，就是他不会像传统箱子你还要上面一个一个拿下来，所以会非常麻烦。这个狂派箱它的周边的配件真的非常非常多，木头的，然后有铁件的，很多的延伸配件可以做使用。那当然它也有它的缺点，我们刚刚提到防水嘛，它这个结构的问题没有相对我们刚刚讲的铝箱或是塑胶箱来的那么好，而且你看它这下面有洞，那如果说你今天积水的话可能会从这个洞跑水进去，旁边这些衔接处你今天下雨你今天放在车顶它水也是有可能会进来，防水防尘的效果就没有这么好。OK， 推荐给大家。好，第四个箱子就是我这个旁边这个，跟刚刚我讲的这些箱子其实它最大差别就是它在材质，那这个是属于软包的材质，虽然说它是软包啦，四周围也都有做这一些硬板或是硬的泡面，因为我不喜欢那种袋子它东西放进去一点支撑力都没有，我觉得那种包包对我来讲非常难用，因为你今天要拿一个东西或是你今天把东西放上车的时候它就会倒来倒去，那我觉得这个对收纳来讲是非常麻烦的。像这种包包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会看一下它这个底部，因为它这底部有一个橡胶皮啦，这个地方的设计就是让你放在草地地比较湿的时候，至少它里面的这些东西不会容易的直接湿掉。我们露营你也知道嘛，有时候我们夜冲可能地是湿的，晚上露水也比较重，那你今天这个包包一点防水功能都没有就放上去，底部就会慢慢渗水进来，就会整个就会慢慢开始湿掉。那这个软包的好处呢，就是它比较可以去塞东西，你放一些比较软的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包包尽量塞，然后把包包极大化的利用。它里面还有这些隔层有没有，那它就是可以把你的东西稍微做一个区隔，是有它的缺点，它的缺点就是第一它不耐撞。那像这类型的包包现在市面上选择也蛮多的，就韩国品牌或者是台湾品牌大陆品牌这都有出这种大型的装备袋，这种装备袋在两三年前其实它还市面上还没有，我觉得这个装备袋用起来我觉得是非常好用，它好塞嘛，比较轻啊，然后它比较不会去限制到你车内的收纳空间，出去露营都会搭配硬壳的箱子再加上这个软壳的箱子，其实我都会带，我们会把这些硬箱先放在最下面去打底，那这些箱子我就会放在硬壳箱上面做一些塞的动作，因为像我们这个放上去的时候也许我们旁边的是玻璃还有一点空间，我们就可以再塞一些东西进去，两个都是硬壳箱叠起来的时候上面是缩上去的，箱子其实就会卡到你的这个车的钣金，然后你在运送的过程中它也容易晃来晃去。好，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里面到底要放什么东西。那像我们先讲我们刚刚讲的软壳包，它比较没有耐撞的功能，它防水性也会比较差，里面来讲我就会放比较软的东西，像比较寝具类的这个睡垫，还有我的睡袋，还有我的一些毯子啊，我都会把它放在这个软壳包里面，因为我们刚刚讲嘛它好塞嘛，所以说像你这些睡袋睡垫它也是属于软的东西，挤压挤压挤压一下然后再把它拉起来，它整个袋子就可以非常有效的运用。这些硬壳的这些箱子，像我刚刚讲的塑胶箱、狂派箱或是铝箱，一般来讲我都会放那个锅碗瓢盆放在里面，或是我今天的灯具，还有就是我的一些像配件类的东西，那我就是会把它放在这种硬箱里面。像我出去大概一箱里面，像这个狂派箱里面大概就是餐具还有炉子还有锅具全部都放在这里面，那我另外一箱可能会是这个塑胶箱的话里面就会放我的一些灯具，那因为像箱子这么大对不对，我里面还会再用不同的软包下去做搭配，然后把它一样就是分门别类的放在里面，那这样子我今天在
拿东西或收东西的时候，也会更方便的去找到我要的东西。我最常用的搭配就是一个软箱，然后再搭配一到两个硬箱，这样去做搭配去做使用。一个好的箱子也可以让你用非常久，因为这些箱子你除了就是在当做收纳空间以外，很多朋友就是把它拿来当做桌子或是置物架，那它也是可以融入你的这个露营画面里面的一个小道具。我今天分享我这四种箱子给大家，那我今天分享的是我使用的一些经验跟方向。选择这些箱子的时候，你有一个方向跟概念，说哦，原来我大概知道我要怎么样去调配我收纳箱。还有就是这些箱子其实当然也跟你每个阶段时候在用的这些装备有关系，因为你的装备可能一阵子就会更换嘛，你有时候锅子换大或换小，碗可能越来越多，所以说我这么多箱子我都会一直依应我每个时候用的装备不一样，我会用不一样的箱子去做收纳跟选择。录了久的朋友你们大概也会，而我这个阶段我这个箱子用得很顺手，下个阶段不好用的时候，我可能连箱子我都会换掉，就换一个更顺手的来做使用。OK，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箱子的分享就分享到这边。那如果你有觉得你用到什么很好用的箱子，或者你有什么很棒的收纳的方式，也欢迎在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好，那帮我们开启小铃铛。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